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收笔的问题，啊，收笔的问题。张献碑以拙为主，那么他的这个挑画的收笔和咱们说的曹全大不一样。曹全碑很轻巧，同学们可能还记得，是吧？有出勾的，那么勾的方向有平的、有斜的、有直的等等之类的。那么他这个出挑往往是什么呢？这个挑头很厚重，呈顿笔的形态。所以在这地方，你不能给它处理精巧了，不能处理的这个啊燕尾表现得很明显了，不是这样，要表现出一种很拙的一种效果。咱们示范一下这个。看到这劲儿吗？挟持力量，收笔处。一点哇，是吧？通过这个去搭配。那么像类似情况的这个字，同学们在写的时候啊，也不太会处理。那么这个挑画，从你字当中表现出你的一个气度，那就小了。你看这个角度，抄什么过来？角度啊，决定你这个字的气魄啊。这是这个第三种叫弯挑，弯挑啊。那么这是取斜直的，还有一种偏弯的。那么这种笔画呢，有这么几种情况：有一种就是干脆很短，这个字是吧？不念竖，硕，屡次。硕为从事。那么大家看这种挑画，在写的时候取圆劲之势，是吧？力量很强，那么最忌讳给它写断。这个呢，也是通过和同学们交流啊，我发现有这些问题。有些同学啊，过分的为了强调什么呢？它的一个力度，是吧？它的一种顿挫感，那么有时会出现一种笔失控的情况，笔锋失控的情况。力量失控的情况，松懈了，所以在书写这种笔画的时候，应该是一以贯之。咱们直接写一个这个偏旁。这个笔画弯，这个笔画能弯吗？这就不能弯了，是吧？正好有一个什么对比啊？虚与直的对比，力感上的一个对比，形态上的一个对比。这是曲，这是直。那么在用笔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做成这样。什么样式呢？这就。散了，松了，这力量就没有了，啊，这是它的要领。那么这是一种形态，还有一种弯挑偏长，
你比如像君，它和咱们看到的有些这个挑花的处理啊不太一样。什么原因呢？其他笔画你看除了这个笔画之外好像没有再有曲线了吧，有吗？都是直线或者是折线。如果这个笔画我再来一个很硬的一个笔画，那恐怕这个字就没有情趣了，给人感觉没有人情味了。这个字啊其实和人际交往是一样的，有刚的一面，有耿直的一面，有骨梗的一面，它也有人情的一面，是吧？其他的地方我偏直，那么这些笔画，这个笔画我需要去调和气氛，让整个这个字啊能够活起来，很圆劲。这是这一种，第四种。那么最后一种短挑，最后一种短挑，这种挑画呢往往是字的副笔，形态很短。对于这种挑画呀，咱们仍然可以把它和曹玄等其他碑来相比较。曹玄碑这种短挑，同学们可能应该记得很清楚，是吧？一般来说有做上弧线的，有做下弧线的，是吧？仍然是有一种曲线之美，有一种曲线之美。那么在章线当中啊，这种挑画呢往往会有一个特色，什么样呢？短小拙厚，不长短促，很拙，是吧？偏直，收笔处不出这种条纹，这种条纹。你比如说是什么字呢？这个字可以说很有代表，上林苑的林，左边右侧这个出了，左侧你看这个很短，是吧？很直接，很直接，没有过分复杂的动作，是吧？少薄、朝薄、分闪，就这种线，很直接。那么反过来说，咱们要写的曹玄的时候，这是什么样啊？往往会给它写成这样。还记得这个吗？是吧？做一个弧线，这是一个区别啊。所以用这种朝向、线条、形状的这种差异，表现出这种字的风格。一个是很雄强、有力度、耿直，这个呢，很委婉啊。这是咱们说的第四种挑法，第五种折法。那么也就相当于说什么呢？郭折之法相当于咱们楷书当中说的这个捺。这个折咱们给它分成两类，一类是叫平波折，一类叫斜波折。偏平的，偏斜的，偏平的，偏斜的。首先说平波折，那么咱们看一下这个平波折它的一个作用，通字。那么这个通字在这用了一个平波折的一种方式，偏平。那么同学们可能要问说，这个为什么我不用斜的，我非得要用平的？它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让字的下半部空间很严密。道理很简单，以方取势。如果在这儿我这个通，我需要做一个斜的话，斜波折的话，那整个这个字就不好看了，或者说和其他字的风格就不相协调了。所以在这儿怎么办呢？我就用平的方式把下半部空间处理得很严密，提，是吧？提字仍然是偏平啊。尤其你看啊，咱们拿这个正尺来衡量一下的话，角度很接近了，起和收的角度基本很接近了。所以有些同学在临的时候，你往往是看到什么呢？我冲下了，那么至于说它收到什么程度，是吧？能不能在一条线上，这个你没关照到了，它
基本上很接近了偏平，目的也是使得什么，整个这个字下半部，是吧？字的下半部空间很严密。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角度的问题，啊，包括它的作用。那么说收笔，它的起收，一般来说，这种平波折，啊，它的起收变化，起收的轻重变化不是很剧烈。什么原因呢？你出在字的下半部，如果我让它的起收这种轻重变化很强烈，那这个字斜势就足了，这个字就容易造显了。对不对？它为了形成一种平势，比如咱们刚才看到那个通，起收的好像没什么大的轻重变化，很平缓、很舒缓的，这个也是同学们要注意到的。那么讲到这儿，咱们可以做一个观念的延伸，不能因为强调局部的这种轻重，你破坏了全局。这一幅字啊，包括一个字到整个一幅作品，好在什么地方？不是说每一笔好。这一个字好，应该是一个全局好，是吧？这也涉及到咱们怎么去评价一幅作品。拿出一幅作品来看的是什么呢？有时候必须得割爱，说这字我觉得写的我这太满意了，我觉得很精彩。但事实上你这个字放在这里面和其他字不协调，或者说你整个这幅字它不形成一个整体，没有整体感，那怎么选？我宁可要有整体感的，我不会要有这个独立性的东西。这也是咱们在挑作品的时候需要有的一种意识，这是要说的。最后一个方面什么呢？这个平波折，它的收尾、燕尾的处理。那么燕尾处理通常有两种，一种是这种，还有一种类似于这种，往下压。下的这种，曾经给大家提到了这两种这个收尾啊，在翰林当中，包括章草当中都有。那么这种叫什么呢？损尾，是吧？因损之尾，很漂亮。这个叫什么？积石波，就好像这儿啊有这么块石头，那么流水积来了之后，突然碰到石头之后会怎么样啊？溅起来，那么形成这种感觉啊。咱们做一个示范，往下压，但是最后收笔时候往上起，你看它的力度，是吧？这笔很重，收的时候基本上也保留一个平势，下半部空间很严密啊。这是平。那么第二种叫斜波折，斜波折有平的就有斜的。斜波折和平波折形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比，很强烈一个对比。那么斜波折它往往是什么呢？角度斜度较大。大家还记得刚才咱们提到那个斜条、斜直条，斜直条的目的是打开字的一个空间，
是吧？那么我们说打开什么空间呢？打开字的是左半部空间。那么这种斜波条打开字的什么呢？右侧的空间。你比如像这个立，啊，有些同学啊，这个字形体容易写散或者显得太局促。那么一个很重要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，一笔是这个，一笔是这个。那么如果再加上一笔的话是这个，可能大家知道什么意思，是吧？第一笔太短了，这个竖条往往是什么？给写成斜的了，你这一协调，空间没法处理了。第三个问题在哪？就是它字的右半侧空间靠谁打？靠的是它去打空间。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，你如果平了，如果说这样了，那角度完全不一样，这是一个注意到的。所以往往这种巧化，它很容易什么样呢？咱们如果借用这个书法术语来说，造险，这显示啊，是需要怎么样去呢？你去营造它，塑造它，是吧？这是一种意识，这是一点。还有一点，它和那个平仄者相比，平仄者是首尾变化轻重变化不大，因为它处于字的下半部，要保证下半部的一个平实严密。那么这种斜仄者往往是什么呢？往往是头轻尾重，力度很强，头轻尾重，表现出一种很险峭的形式，这个是和这个平仄者形成很鲜明的一个对比。先打开空间。往上，略微填笔，调整笔锋，头轻，尾重，头轻尾重，你看，斜视就出来了。相类似的例子还有。像这个是"思"，是昔人怨思的"思"，包括这个"怨"一样的道理。这是咱们要说的第五种。